休息一下，等一会儿。好，从上面慢慢消嘛，一点一点的消。那整个消的好点声。从上面一点一点的消。待会儿给你弄。没事，割吧，割一点点，割。长这么疼，它是主力，它一主力有点疼，疼吗？ 没事，别打。你这样拿的，你看这样。 你这样的走路不多，你咋练个大肌啊？应该受伤。应该啥时候得了这个？小时候啊？这是这几年。这几年。别喊那句。这我也觉得不知道。 疼吗？有点疼，差不多了，反正修复好了，没给脚钉了。挖下的。先给修好，不得劲，这架势。 我拍了几遍，给我挖下的。我擦。快，这样挖的快，自己。不坏。嗯。把那黑的挑薄薄的挑一层出来就行了，就那个疼的，主要就那里。这里。对，主要在哪里走路疼？修这个会有一点疼。 调一成下来就行，疼不疼大爷？嗯，没事吧？嗯，还挺大了，不看。先调一点就行，手中要疼，老人受不了。不得劲儿。 这就是主要的。 还有呢，差不多就行了。 咱累不累啊，坐着？来休息，来歇着，赶紧休息，别偏了。
cannot pierre. Il y a même bien. Me pegó la...